强者，接受光之制裁。我要爆两个毒了，我忘了，我一个爆头都没打，我去打爆头。最近很多水友来下单，想领排位的奖励和蝴蝶刀，我也上场来帮水友做任务了。好了，完成。今天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，属于强者。 对面夸我搞得我害羞了，这里又是一波零星让后。人间大炮，这个老六真的很好，可惜是个单身之王。三杀，呵呵呵，切，你不要以为我怕你，继续开始下一把排位。同一个机。 我还是这么快呀！我说的是我的狙，我们进攻 B 点。这狙直接杵敌人嘴里了。一起安放炸弹。哦。打野来得如此之快。 OK， 他已经无路可走了，看我玩他！你妈了个！给你看个大宝贝，什么的？全闪着，全闪着！一点都没有。哦，三个，其他三个。这次我是要一雪前耻。 No！我操！跟我下！胜利属于强者，接受光的制裁。这刀劈的糟的！哎，没事。你有击，我们进攻 A 点，我很看好你。前出原形，我们进攻 A 点。 你们丢的呀，我捡的，还算我的呀。地巡破爆破现场，怎么使得惯你呢？想爆吧。好厉害！A人，全都被我骗到 A 去了，闭坑。真是妖气！我们进攻 B 点。小白，请继续战斗。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好枪法！你是光的。啊！ 中了一眼下打三十，哎哎哎！请继续战斗，刚才不是。